工作你风流与天际，令我你生日快乐。嘿，干爸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完成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超大、超有福气的？其实呢，平常我们除了送礼物给长辈，或者是包红包给长辈，不妨也可以定做一尊这样子送给长辈。那在这边呢，也祝福各位长辈或者家中的长辈，祝他们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那我们就活动现场见啦，拜拜！现在其实，在台北真的很少这种流水席，然后我今天就是帮每一桌都做一颗空飘，然后主人家有特别的说，就是希望可以有寿桃的感觉，所以我每一颗都煮了一个金属色的空飘，我再把这个爱心反过来，就变成有寿桃的感觉。然后其实现场每一桌都有，然后其实现在在台北真的很少看到这种流水席，他们这个舞台真的搭得非常的棒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他们舞台，哇靠，还有电视墙哎，因为这整个席开是45桌。然后入口处的地方呢，我待会再拍给大家看。